Hello， 美女。你好。这个车是你的吗？啊，是。哇，你开个这么大的车出来。啊。哦，你一个人呀？啊，对，一个人。哦，那你胆子够大的，开这个这么大的车。还行，主要是向往自由。你是哪里人呀？哦，是内蒙古通辽的。哦，你出来多长时间了？一个月了。你就一直在内蒙这边转吗？啊，你这样问我都不好意思说了，就在内蒙转了。还没出去内蒙呢，是吧？内蒙太大了。啊，你走的比较慢。哦，主要是我也不是着急，就是走到哪儿停到哪儿嘛，喜欢在哪儿待就在哪儿待吧，不待几天。那你接下来要往哪里去啊？接下来10月1打算去英雄会。英雄会。大善英雄会。他要今年要举办吗？应该是啊，越野那块。这边不是沙漠吗？你这车能进去啊？我从边上看嘛，我玩别的嘛。我以为要给他们比赛去呢。那我有点不敢。你这是在煮茶啊？来喝一杯。嗯，正好蹭点茶。你这从哪儿过来的？我从河北。河北离我那儿也挺近的呢。挨着呢吗？河内吗？嗯。哎，你这个车是多少钱买的呀？27万多。27万多，买的时候它就这样吗？对，买的时候就是这种的。我能去里面看一看吗？嗯、可以，走，看一下。看一下这个布局。嗯。哦。我这属于 B 型房车。B 型房车，它是那个中顶的还是？高顶。高顶。啊、哦，进来没事。哦，那这么看着空间也不是很大，是吧？哦，反正大的我技术也不行啊，真的。技术有限。啊、嗯。哦，我这个能放下来当床了是吧？啊，这儿可以，这是个卡座，可以放床，哦、当一张床。这儿可以睡一个。对。上面这是个床、嗯，上面也是床。对啊，上面这个能放下来的。你这是升降的呀？啊，嗯、展示一遍我的小技术，这种的。哦。上面我觉得应该不舒服睡的。哦，你这样睡的话可以睡5-6个人呀、啊。能吗？可以啊。我看你后面这大床这么大。嗯。哎，像你这里边电够用吗？反正我是没缺过电。没缺过。一直挺够用的。那冰箱一直用着呢。啊，冰箱在这里。啊，冰箱在这儿，然后这边能洗澡。你这洗澡有点太小了呀。我这是这样的，可以伸展开，这样的。哦哦，推拉的这种。啊，成大了。哦，这种啊。啊、哦，那可。洗手间，洗手间没用过。啊，那可以啊。其实这个房车洗手间是个鸡肋。用不了。啊，洗个澡什么的还可以啊。对，洗澡洗脸，一般就是都在服务区的时候洗的多。啊、嗯，那你这水箱应该也挺大的。水箱，不知道，你猜。哦，你买的时候你啥也不知道啊，你这个车。就是我看别人拍视频了嘛，这个车就是挺好看的，我喜欢这个门。啊。宽着吗？这个门大一点。啊。你这买了就开出来了。买了，反正就知道有油就能开就完事了。哎呦我的天儿啊！那你开着这个车的舒适性怎么样？舒适性挺好的呀，反正是买完就直接开走了。那你怎么想着买个这么大的车呀？大吗？不大吧，我觉得。你一个女孩子开个这么大的，路上也不怕危险啊？有时候也会遇到危险嘛。啊、哦。遇到过一次，有一次在公园停的时候，有个人喝多了过来敲我们。大半夜啊？啊、嗯。大半夜敲门。啊、嗯，他可能喝多了吧，在旁边露营呢。那你怎么办？我开车跑啊。开车跑了、嗯、哦，对对对，你这能从这儿直接过来、嗯、是吧？我想着反正他又进不来，我直接开车就跑了嘛。一个人出来还是注意安全的。还行吧，就那碰到那一次。啊、嗯，你怎么没有和老公一块出来？哎，我也想，我没有啊。啊，那你家里、不催你结婚吗？嗯，也催的挺严重的。不会，家里边催你结婚，你给出了跑出来了吧？哎，让你猜对了。我去，我遇到了好多，为什么你们都不想结婚呢？不想结婚，向往自由。你是不是结了会怕花你钱呀？那倒也不是啊。嗯。就是主要是现在就是结婚就得生孩子这种，这不是我现在想要过的生活啊。因为现在毕竟比较年轻嘛。我想多转转、啊、世界那么大，我要去看一看，带着老公一起看不好吗？下次在路上遇到的时候，如果路上遇到合适的会会相处一下。嗯，希望能遇到一个合适的啊、哦
哦，你这里还有个空调？啊，对。用过吗？用过呀，热天的时候用。像这个都是柜子，放衣服的。啊、放衣服。哎，暖风开关，这安全暖了？啊，不会用吗？不会用。啊。这玩意是不是要加柴油的呢？对呀、啊，加柴油啊。你看吗？是这种的。啊、嗯。昨天我觉得有点冷，然后没会用。出风口是在这儿呢。在这个哦，在这里啊。哦，那也不出热风了，是。你得调吧。不会呀、啊，我要问问厂家。对，你得问一问，因为我也不懂这个。你也不懂是吧？不懂。你看这是有电。啊、哦，有电啊！你是不是那个暖风机那个没有啊？从哪加油？你啥也不知道，你就跑出来？啊、不知道啊。那你胆子也太大了呀！我还行。哎，这是啥呀？这个是监控啊，这是四周的监控。哦哦，开关在这里。开关，哪个是开关？我还忘了啊，自动开了。这个不是我开的。啊、这个你啥也不知道，你这功能啊？不知道啊，我这还有电视呢，也没用过，不会。啊，这里还带个电视。啊，不会用。啊，小电视，这电视用不用？没啥用，都现在都玩、啊、玩手机。高端的吗？不会用啊。那你胆子又这个太大了，啥也不知道，你就直接开出来。反正丢不了嘛。那你倒车的话，会不会倒车啊？倒车，我开车倒车会啊。那就行。但是车多的时候停有点费劲。就是里边的功能，嗯、你不太清楚。这个不清楚，这两个不清楚，然后这个稍微清楚点，这个门清，一开就着了。那你像你这个电源的开关，你知不知道？这个知道啊。啊，这个清楚啊、嗯，这是写着呢。这个一般都不用，这几个灯这。哦、啊，这个是啥？清水箱。变速器，不对，不，变器。哦，逆变啊。嗯。这是开关啊。嗯。啊，这还有这么多电啊？哦、嗯。77%。有太阳能板。哦，上边还有大太阳能板。对。哦、嗯，这是个排风扇。这是一个。哦，还两个。哇，这个功能挺全的。这啥功能？你不会也不会开吧？这还能开？这是排风，我以为这是那个天窗呢。挺拧巴的呀。我就佩服你的胆子。我也佩服我自己的。啥也不懂就直接往外跑是吧？是，原来是排风啊！这还有开关呢，你帮我看一下。有个进风，有个排风，这边是进排风啊。这是排风，这个是进风。我摁过一次，我还想着这边有空调，为啥这边给我配个电风扇？啥意思、嗯？可能就是洗澡的时候有热气排风吧。哦，可能是这样吧。不懂，反正没用啊。啊、嗯，哇，你这后面这放好多东西啊。啊、嗯，就算不会东西也得到位啊。哇，你这个床挺大的。我这床是1.5米乘1.8米的，应该是。这是一个大人床吗？俩人也行。你这么大的床浪费了，知道吗？那咋整？赶紧找一个男朋友吧。哎，那你平时做饭怎么办呀？平时做饭的话，就一般就是在外边，不用这个，不用我这边带个灶不用，然后我在外边桌子那边。哦，有个煤气罐是吧？哦，哎，定做的床。那个是啥？这个呀。啊。这不床的这个滑道吗？哦，上面这个。这是我定做的小窗帘。之前不是这样的，是这窗帘呢？怎样？我这小窗帘可以啊，可以那个，您可以去海边嘛，冲着后边一打开。洱海，云南。啊、哦，洱海旁边就是这小窗帘是配了。那可远着呢，那你得走着走啊。世界这么大，我要去看看。我打算用2年的时间把中国转一遍，慢慢转。2年估计够呛，要慢慢转的话，因为很大很大的。就3年，你有时间就行。像你一个人出来，你家里边父母担心你吗？还好吧，因为我从小就在外面上学。哦。10多岁的时候就自己坐火车上学了。一个人。啊、嗯。那时候就一个人来回跑。啊、嗯，那时候还坐绿皮火车呢，我记得。啊，那你胆子够大呀！哎，我在天津上的学，好多河北的同学呢。在天津。啊、嗯，河北廊坊离那儿远不远？好多廊坊的同学。不远，我都是老乡，离着也就是几百公里吧，嗯、二三百公里啊。从、嗯、小就坐火车自己。哦，怪不得你一个人敢开着这么大的出来呢。那你接下来就是往南方走呗。
我打算是过完十月一那个迎行会啊，嗯，然后就去南方。南方就慢慢往那边走。南方去哪儿我还不知道，我这新买的地图吗？研究一下。你不会是个路痴小白吧？好像是啊。上次从呼和浩特我打算去包头，然后挨着包头就按各城市走嘛，180公里的啊，结果我从包头过来的时候岔口没进去，走错了，然后我就接着往前走，走到了鄂尔多斯，从鄂尔多斯穿过来。那你打算什么时候走？打算就这两天吧，然后去阿拉善英雄会。哦，提前过去。对。啊，那行，那就祝你旅途愉快。也祝你旅途愉快。好的，谢谢啊。